演员孙贤洲、常客金相浩等人15日下午出席在首尔举办的电影《普通人》媒体试映会。这部电影讲述由孙贤洲饰演的平凡警察被卷入到某件受到国家瞩目的连续杀人事件之中，人生一夜间发生动荡的故事。如同这部电影的片名，孙贤洲在片中饰演一个平凡普通的家长。对他来说，普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얼굴로말씀드리나요지금일단얼굴로말씀드릴것같으면장혁씨빼놓고는다보통사람입니다사실뭐장혁씨외에김상호씨조드란씨지승현씨여기앉으시는정만식씨저거기서거기예요、네、而普通人以1980年代为背景，张赫表示在拍摄当时对于过去那个年代有些特别的回忆。저는1980년대그지금이제나오는87년도면은지금제가딱영화에나오는민국이나이였습니다제가이제그초등학교5학년때였는데이영화의현실처럼그런지모르고학교를다녔던것같습니다그냥그때는친구만나고딱지치기하고구슬치기하고뭐좀더나아가서는판치기도하고그러면서뭐그때뭐이런저런거를전혀모르는상태에서나가다가그러니까뭐뉴스를그때보는나이도아니고어디지나가다보면뭐체로통냄새를맡아서구별할수있는그거리를지나갔던것도아니고그러다보니까정말공감했었던것은바나나저바나나하나먹기위해서정말이런저런걸다할수있었던그런느낌이저한테는80년도였고그88년도였